特別認識嘅啫喎。母親節派下花啊，派下啲粽，搞下啲社區活動啊。4000蚊嘅時候派啲表，好多都係俾人感覺做好多無謂嘢多咯。佢有31000蚊，咁另外佢仲有40000蚊嘅活動開支啦，咁我都覺得自己都會好努力為我該區嘅活動啊、設施啊，我都會有興趣噶。歡迎嚟到區選，你有冇常識問答比賽？咁首先我哋就嚟到呢個必答題嘅部分先。第一題，今屆區議會選舉全港總共有幾多個選區呢 ？A 450，B 451，C 452，D 777。452。登記成為2019年區議會選舉候選人嘅報名費係幾多錢呢 ？A 2000蚊。B 3000蚊 ，C 4000蚊 ，D 5000萬。3000。今屆區議會選舉提名期幾時開始呢 ？A 2月31日 ，B 10月4日 ，C 10月1日 ，D 10月15日。現場觀眾，麻煩你哋。我估。二月嘅加油。我啊，反正都唔識，求其一個啦。都係。我哋問完幾時開始咧，就問埋呢個任期係幾時結束 ？A. 2023年嘅11月 ，B. 2023年嘅10月 ，C. 2023年嘅12月，同埋 D. 2046年嘅6月。今屆區議會選舉，以下邊一區係最少議席嘅呢 a 灣仔 ，B. 離島 ，C. 黃大仙 ，D. 九龍城。有13個議席啊！好犀利啊！依家係搶答題，第一題。現時香港政府主要架構係分為3C 幾多局嘅呢 a 3C11局 ，B. 3C12局 ，C. 3C13局 ，D. 3C2份唔使局。13。今屆區議會選舉最多民選議席數目係邊一區呢 a 沙田區 ，B 西貢區 ，C 衛國捐區 ，D 大埔區。喂，因為我唔知啊。我知啊，係咩啊？沙田應該係，沙田係最多嘅。邊個係而家嘅發展局局長呢 a 張達倫。B 张伯伦 ，C 黄伟伦，同埋 D 谭咏麟。下一题，区议会其实系行使紧三权入边嘅边一个权利呢 a 行政 ，B 立法 ，C 司法 ，D 三个都唔系。D 三个都唔系。耶！知啊，因為咧，其實區議會係一個諮詢機構嚟嘅，佢係冇實質嘅權力嘅。而家咧，我哋嘅分數咧，兩位咧就係打和嘅。哇！打和，今日真係學到好多嘢啊！冇錯啊，增長知識啊！真係好啊！選區號碼 B11係指緊灣仔嘅邊一個選區呢 a 桃拔道 ，B 桃拔道 ，C 桃拔道 ，D 桃拔道。哦，咁即係桃拔道，佢講緊啲乜嘢啊？你個 A、B、C、D 唔係個？是個名嚟㗎 ，A 同密度 ，B 同密度，記得啦，我係 C 同密度嘅。你明唔明啊？就聽咗好耐，睇唔明呢個咩嚟啊？即係如果佢係一個稱職嘅區議員嘅話，其實佢都可以好忙。我係 Bonnie 梁詠敏啦，我係嚟自新民黨嘅金文峰。而家係處於一個非常之艱難嘅時刻，珍惜我哋投票嘅機會。喺巴士站起個上蓋。咁可能我就要揾發展局啦，要揾運輸署啦。因為大家關心呢個社會，我哋最終先可以改變到個社會。投票其實係好重要，支持翻自己心目中嘅人選。